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教你们一个小小的魔术。那这个是一块完整的乐高，你们看，是没有特别的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吃掉。真的是很难吃。但是呢，现在我要把它变回来，看了吧。就是魔术，那现在是后期的解说。那么简单说说一下，这是个什么样的魔术？它其实只是一个用一块胶纸，关起来、合起来的一个小魔术。那我就刚才是假装把它吃掉，其实是把它翻过来，然后呢，我好像吹一下。那吹一下的时候呢，我就用大拇指把它再次返回来。那就好像呢是一块完整的乐高，是完全没有破绽，你们看是不是啊？那这些的魔术小表演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再见。